同学好，我们来看这个题目。题目告诉我们，设一等比数列的首项为384，公比为二分之一，则此数列的第七项为多少？好，我们来看题目给我们的是等比数列。那我们首项呢？A1 等于384，公比的部分我们用 r 来表示，r 等于二分之一。接着要求第七项，我们用 A7 等于 A1 乘上 r 的7-1次方，我们求 an 啊，an 等于 a1 乘上 r 的 n-1次方，那 n 呢带七进来，接着我们把知道的数字带进来，等于384乘上二分之一的6次方，算出来的结果等于6，那这一题答案就是6，这样就解出来了。